哎呦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到你的家人？好吧，好，好，那这次我们换老萧先做的，好吧？一首歌啊，想到家人的。有一首歌，我听到我一定会想到我的阿嬷，我的奶奶，对，奶奶嘛，就是阿嬷就是奶奶嘛，是奶奶，阿嬷是奶奶，奶奶 ，OK， 好，嗯。阿嬷，你即马伫倒位？阮会叫你，你敢有听到？阮的认真，甲阮的心肝，你敢有看到？阮会叫你，你知影无？一首闽南语的歌嘛，好 听，好听，真的非常好听。思念奶奶的一首歌，思念奶奶的一首歌 ，OK。